进行东城简报。 总统好，为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新建工程简报。首先要再次感谢欢迎总统莅临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是的，这是总统在民国99年4月7号亲自主持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开工动土的历史珍贵画面。今天简报我们分为7个部分说明，为了要提振南部的艺文的生态，那么落实民众参与表演艺术的文化公民权，也为了要提供表演艺术团队在南部有一个更加的表演的场地。 前文件会在民国92年提出了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新建的计划，那么在魏武营设置音乐厅以及戏剧院，那么让这样的两个场地能够规划出一个以表演艺术为核心，结合都会公园的生态以及历史保存，建构成一个 充满自然人文气息的文化园区，同时以这样一个园区的这个新建来带动周边区域的整体发展。那么这个筹建计划在93年展开，94年11月奉行政院核定，95年3月成立任务编组，96年9月正式成立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筹备处， 开始筹建工作的推动。魏武营新建工程，内容，工程总预算 101,100万。那么工程内容包括主体建筑设施、景观工程、捷运地下连通道3个部分。那么在主体建筑设施部分有戏剧院、中剧院、 音乐厅和演奏厅以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本工程预定104年5月完工，104年10月取得使用执照，送水送电开始营运，106年5月计划结案。本工程的基地面积9.98公顷，是属于国家级演艺类的公共建筑工程。 那么整个建筑的面积呢，高达34,350平方公尺，总楼地板面积14,150平方公尺，建筑的高度，制高点是在戏剧院的顶板37.42公尺，那么开挖深度最深是在戏剧院的基坑25.6公尺，那么 土壤的总开挖量高达45万9,000立方公尺，那么钢结构的钢材总用量超过2万公吨。这个画面是魏武营基地开挖前的空道图，那么基地是在都会公园的东北角，紧邻中山高速公路、中正一路三沟路以及魏武营捷运站，交通极其便利。 这张是魏武营基地施工前的施工的全貌，那么是从西南往东北侧拍摄，这个工程目前的主体结构完工，看到这一张的画面呢是金属屋顶板在施作的一个状况，整体工程的一个设计。
它是采用 3D 金属屋顶板的一个结构，那么以特殊金属屋顶板的构造串联着戏剧院、中剧院、音乐厅以及演奏厅这个环形的区域，利用双曲面的一个半开放的场所，设计出我们整个榕树广场的一个开放的区域。那么这一个设计同时也采用了整个钢结构的特性，能够利用钢结构的高曲度以及它的悬吊的一个话剧，让整体的一个设计呢更为宏观。这张是我们新建工程的空间配置，那么在基地的中央是戏剧院，靠近三渡路端的是演奏厅，那么东侧是音乐厅，靠近西侧是中剧院，那么靠近南侧部分呢是户外坐席区，紧邻的都会公园的草地广场。目前新建工程呢采七标分别办理，第一标是主体结构工程，已经在去年的7月完工，目前陆续办理验收。第二标是建筑装修水电空调工程，第三标是特殊设备工程，第四标是财务采购管风琴的采购案，第五标呢是景观工程，第六标委托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代办的捷运地下连通道，第七标是营运办公室装修，目前在完成了细部设计，预定3月上网招标，5月决标，明年5月完工。这是我们整体工程目前执行的概况。那么截至2002年年底，我们总体工程的进度达到了预定的进度是83.56%，实际进度是82.58%，纤维落后0.98%。那么我们目前调整进度后会努力追赶，而且实施进度会超前。本工程的督导是由行政院督导，主管机关文化部，主办机关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筹备处，工程的专案管理委由中心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负责。那么规划设计呢，由国内外的知名设计师罗新华建筑师以及荷兰麦肯诺建筑师事务所联合承揽。在未来的营运组织部分，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设置条例已经在2003年1月29号经总统公布实施。未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下辖国家两厅院、台中国家歌剧院、魏武营文化中心，也就是说在103年起，台湾北中南将连成一线，为台湾的表演艺术创新创造一个新的气象。本筹备处除了工程的执行之外，我们更充分地利用户外广场、榕树广场办理活动，那么培养民众建立艺文习惯。在1999年到2002年总计办理了935场次，观众超过了31万人次。那么同时我们邀请国内外的演艺团队进行售票演出，1999年到2002年总计办理261场次，观众人数16367人次，那么售票达成率呢由70%逐步稳定的提升到88%。为了我们未来的营运专业的导入、品牌形象以及永续经营，102年由文化部国际顾问、德国杜塞尔夫莱茵歌剧院的驻院指挥简文斌先生协助筹备处进行开馆营运的筹划工作。103年已经规划了87档次、160场次的节目，预估可养成10万以上的观众群。另外，我们也充分地利用文化部的资源，
以阶梯式开拓艺文欣赏人口。那么文化部也在今年的2013年10月将华山艺术生活节带入卫武营，向南台湾放生。那么未来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会积极与南部各个场馆，例如屏东演艺厅、高雄大东以及文化中心志德堂等，建立伙伴关系，以共同行销及策略的结盟，达成共生共荣的目标。解报完毕，恭喜财师。谢谢马英九总统的莅临，我们在此先介绍与会的贵宾：文化部长龙应台、工程会主委陈希顺、政务委员杨秋兴、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总统府国策顾问蔡定邦、总统府国策顾问洪俊德、总统府副秘书长熊光华、国安会咨询委员甘义化、行政院南部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刘敬天，以及现场各位高雄市议员的关心，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文化部龙应台部长致辞。总统，各位贵宾，所以刚刚我说我不是贵宾，我是业主。我们对于卫武营呢，我首先其实心里充满了感恩，就是我们有就是历任的高雄市长跟高雄县杨秋兴政委今天也在这里，那还有我们好几任前任的文建会主委都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从文化部接手以来呢，在工程上，因为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国家级的工程，所以我们也得到行政院的各个部门这工程会的主委也在，也得到很多的帮助。那当我们碰到工程的问题的时候，杨秋兴政委也主持过我们工程的协调会。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文化部的同仁就特别困难，因为你连工程图要那个工程合约都是很复杂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在跟都会公园的衔接跟捷运的出口的衔接方面也得到高雄市政府的很大的协助，谢谢高雄市政府。那我们有非常非常用心的，现在接下来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用这一个硬体的设施把整个的南部的这个艺文的生态跟它的结构带动起来。那这方面今天特别感谢总统会到这里，因为总统来就代表说对于我们卫武营，对于我们整个南部的文化生态的重视，所以我话就不多说，谢谢所有的单位给我们的协助。我想还是请总统来跟我们鼓励一下好不好？马总统，请。恭喜马英九总统为我们总结。行政院杨政委员、文化部董部长、地法院这个黄委员、高雄市李副市长、工程会陈主委、我们总统府几位国策顾问，洪国策顾问俊德先生、蔡国策顾问定邦先生、黄国策顾问任洪先生、我们熊副秘书长、国安会甘咨询委员易华先生，在场各位市议员、各位先进，还有我们这个顾问公司、厂商，还有媒体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刚刚到工地绕了一圈，绕完之后啊，真的觉得心情非常的开朗。这个是未来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艺文中心，很快的呢，就要跟我们全体国人见面了。记得在这个4年前的4月到这里来动土的时候呢，还看不到任何影子，现在呢这个轮廓已经浮现出来了，这整个的设计、整个的规划、整个的施工呢，都让我们有惊艳的感觉。所以特别要这个恭喜我们的
这个业主文化部，也要谢谢在地的配合，我们副市长，更是我们杨政委员邱新先生经常跑这个地方，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家乡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特别关心这个中心。各位知道这个中心也是很辛苦啊，民国92年就提案，94年核定，然后这个96年呢正式成立筹备处开始推动，这已经到了我们开始动土的时候呢，已经是这个99年了啊。不过工程的话，现在进行了4年，大部分已经完成80%几了，那到明年呢，明年的5月了就可以完成，10月呢就可以开始营运，总经费呢是101亿啊，7000万元。中间呢经过了2次的调整，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好，我们现在这一个园区要诞生了，生相对比较容易，养就更困难。为什么呢？这都知道，这个中心它的这个席次啊是将近6000席啊，这个比我们中正文化中心，就是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那个文化中心呢，要大差不多1.4倍啊。那么以这个基地来讲啊，这个将近10公顷，台北那个只有2.5公顷，将近4倍，所以你看起来这个空间非常的广阔，席次也非常的多。它4个厅，除了音乐厅比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的音乐厅少60席以外，其他每一个厅都比它相等的厅要来得大。那么这么大的场地，会不会变成文字馆？4年前我动工的就特别提醒，那我们发现文化部非常用心，在这4年当中不断的在这方举行活动，到现在为止的举行了900多场。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做好这个暖身的工作呢，才能够培养出足够的艺术消费人口来支撑未来的营运。现在台北的中正文化中心它的使用率呢都差不多到95%，要租用的话大概2年甚至于更早就要租用，否则根本接不到地方。实际上高雄市文化中心的智德堂大概2100多席，实际上现在使用率也差不多有95%，可见呢这个需求是存在的。但是呢消费人口还是要不断的培养，消费人口不光是看免费的剧，到付钱呢也要培养。像他们现在办了930场，当中有28%啊，就是差不多有这个261场是要卖票的，那么它的使用率呢也达到77%，所以可见呢消费人口已经开始在成长，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我要对文化部能高度的肯定。那么除了卫武营以外，还有高雄海洋文化以及流行音乐中心、屏东县的演艺厅，所以我们将来呢从北到南一连串的，在台北有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现在也盖一个大的艺文中心，然后还有新舞台，有城市舞台，然后再往南，那么到苗栗也有一个文化部补助的这个演艺厅，到台中有歌剧院，然后到我们高雄有着这么大的一个场地，这样子使得从北到南呢我们艺文活动的硬体设施逐渐的灿然大备。我常常说工程建设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大，但是只有文化建设才能使一个国家变伟大，所以真正要展现软实力的还是建好之后它所带来的艺文活动的这些效应，这一点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就需要投入足够的经费，鼓励这些艺文团体不断地利用这个场地，让他们的光跟热呢能够发散出来。到这个文化部有一个南方6县市演艺团体扶植计划啊，刚刚在这个旅途当中，龙部长特别告诉我，已经花了前后差不多要有5亿是吧，投入这个，那么让这些文化团体呢，很多团体各位都知道都是苦哈哈的，
能够让它能够有一点这个益助，让它能够逐步的往这边发展起来。其实台湾的艺文团体啊，凭良心讲并不差，而且出国的比率非常高。我们大概一年平均都有10个艺文团体，从云门舞集、汉唐乐府到悠人神鼓到当代剧场出国演出。其实按照频率来讲，跟先进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啊，但是我们自己的场地呢却没有那些先进国家来的多，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迎头赶上的。想想中正纪念堂文化中心，它是哪一年设立的？67年，是不是多少年了？30多年了。那它也是到30多年之后呢，才能够有这么多的消费人口，让它维持95%的使用率。那魏武营也不可能一天就到这水准，但是呢，我们要持续我们这个暖身的这个动作，不断的让更多的艺文人口能够到这里来，而且不限于高雄，是的，包括邻近的县市都可以的，尤其是大型的活动。我知道伦敦交响乐团是吧，3月份就要到高雄来，他现在当然还是在志德堂啊，但将来明年就可以开始规划这些世界级的表演团体到这里来，让整个活动能够整个新兴旺起来。实际上在过去的6年当中，我们在高雄市这个区域所投入的建设经费呢，高达3288亿元，就是跟过去相比每一年呢要增加200多亿，目的呢就是希望用这个政府中央地方主要是中央的力量呢，把这些建设能够充实起来，一方面南北要尽量的均衡，另外一方面呢也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一个中心新建就创造了8000多个就业机会啊，这都是相连的，和艺术的活动一样的可以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这是我们未来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当40年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卫武营只是一个军营，很多朋友在这里受训，现在呢这里要变成一个台湾少见、世界多见的场地。你看看旁边的公园，整个加起来那个感受非常好。其实我在40多年前到高雄来当兵，1年10个月，见到高雄第一个感觉是，为什么高雄好像每一条街都比台北宽啊，它的空间比台北大，腹地比台北大，这它实在是一个有海港、有空港又有足够发展腹地的地方。现在县市合并之后呢，将来这方面的效用会越来越大。我们期待卫武营艺文中心只是一个开始，让高雄真正起飞的开始。高雄的观光业已经越来越旺了，我们相信这个城市是非常的有前途。我再次的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马英九总统的鼓励，也谢谢各位长官及贵宾的莅临，谢谢。Thank you.